我们本来就是想看电视，看啥呢？我们会准备一些视会准频，备一些，就是互相给对方看，或者是就是随或者你机想看的，啥都你想行。看啥都行。比如说今天你真的想，你就想看《明日之子》，咱们就看《明日之子哎，最近是不是想搞对象了？天呐！这个是我选的，我要死了！这一看就是毛毛选的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搞对象，他不可能跟我结婚。我给你念一下他的信息啊：1米88，68千克，金牛座，出生于1994年4月21号，职业歌手模特。就这样个人，他不可能跟我结婚。人家平常看着我呀，我就哇哇搁这一躺。你这是在哪儿啊？在家。完了，各种像住院似的，卧床不起。卧床不起。我连裤子没穿。天哪！录这个时候没想到有一天自己能火成这样吧？现在，哎呀！你善于化妆吗？我还行，我说实话啊。也美过哈、啊。美过，我以前我都自己化妆。那时候更野性。野性。我刚看这个就有点野性。那时候很野性。哎，你相过亲吗？没有。一次都没有吗？一次没有。这个不是相亲吗？这个不是，当时就是说我想，我做了一个系列视频，就是说我想去体验我人生从来没有过的体验。他是主动来说，不是我们去找他的，是、啊、就是说你能不能那个帮个忙，可怜略心。你怎么？对，就是可怜可怜略心。你天哪，让他感受一下。你为什么会选他这一段？我觉得这个选题特别不常见，就是如果是他现在的话，他肯定不会做。我会，那现在没人跟我做了。现在比方说让你跟我想谁啊？我愿意。Into 万里。我今天上电梯的时候看到了林默、周柯宇和米卡的广告。我不是看到他们仨人，我看到他们仨广告。那 Into 万里面你最想跟谁？就是不敢，我不敢，我怕，我害怕，姐。那怎么不怎样？咋不害怕呢？当时胆儿多大呀！当时多虎啊！死猪不怕开水烫，光脚不怕穿鞋。现在我就是有点那个啥。